最红嘅女马主伍尔梅啊，又扬威凯旋门啦！喺星期日嘅沙田日马第一场四班一千米直路赛，伍尔梅丈夫张祖昌名下告东尼马房嘅万事叻，就轻松喺田坦胯下取得服役以嚟嘅首场胜仗。呢匹四岁澳洲自我新马万事叻上场服役初出，喺同城嘅直路赛已经崭露头角噶啦，表现好好咁老豆亚军。今次系跑第二场，班次、路程、骑师都唔变嘅情况之下，热到2.3倍。在直路赛道排得13档靓位，雨中作战都毫无影响啊！结果贴住栏顺放就一放到底，赢半个马位，是服役以来第二战就即刻开斋啦，摆明是质素超班啦。2005年香港小姐亚军陆思韵特登同爸爸斜到场撑安田伍尔梅，佢上场亦都有露面为万事叻打气噶，不过好可惜跑第二，今次就立即保中，当然相当开心啦。赛后陆思韵仲话一早估到万事叻胜券在握，所以投注咗几千蚊万事叻嘅独赢，结果真系中到正。陆思韵话呢啲就系佢嘅 lucky money。我爸爸今日同埋我一齐入嚟咧支持万事叻，其实上次都有入嚟噶啦，咁但系我第一次跑已经好叻仔啦，咁今次咧我觉得胜券在握。有啊，一嚟到咧我好早到咗啦，10:03到咗。咁啊，一路都係睇住個賠率啦，好犀利啦，大熱啦，都有投資啲嘢幾千蚊啦，獨贏咯。我唔識㗎，因為咁都好開心咁樣。OK 嘅 lucky money 啦。其實通常我入新馬場都係做嘢，或者係有啲朋友啲馬捧下場咁樣咯，希望就支埋佢哋光。另外，阿叻陳百祥亦有到場為萬事叻拉頭馬㗎。